这几年在市场上的表现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哈，所以我们也就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万宏能够学习，然后了解我们万宏这几年的这些扩展啊，那同时也想知道这个成功的因素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说万宏的这个研发的价值应该是在这个产业界里面是最让人所称道的，尤其是万宏所拥有的这个专利的这个项数应该是最高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谢谢我们董事长跟总经理哈，能够接待我们，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谢谢。